这个奉献的代志，甲伊这个生活拢有当安尼表现出来，这是一个真好的这个故事，也是真好的这个电影。我希望各位记者先生们能够给我们捧场，各位在座大家给他捧场。好，我们欢迎彭彭，彭彭还有刘根红，哎，根红跟我们大力的发起教会来看。我跟三位小弟啊都是好朋友，不管在音乐或者是舞台上的合作都很多，那现在更是在电影方面可以将来可能可以进一步的合作，所以第一部作品一定要来唱过的来学习一下。好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爱的故事，我觉得相信今天来，本来我要带我爸爸过来，但我爸跟我讲说，如果你要支持，就要买票进去看，所以他决定在高雄的时候，他回到高雄去要买票来进去。大家好。哇，这个自己做的，我们三个可以稍微抱一下。好，一人去抱一个，洪大哥，你大哥加油哈，这个电影大卖这样子哈，耶。之后啊，真的有感觉当阿爸的感觉，所以更要来支持这个电影。那因为洪大哥、洪老师是我们台湾的国宝，那我们也希望下一代的小朋友也要认识我们台湾民谣的历史，要把洪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。那也是这首歌曲的灵魂人物周杰伦，恭喜恭喜！因为杰伦呢，不过这首歌是非常感动的，因为跟我自己做专辑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那其实我很少有唱到自己的感动。对，然后其实跟大哥合唱嘛，好险我们是分开录音，不然应该会。你也会有怕的时候。哎，对，当然，一定要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搭配这个电影，我觉得希望